我正在用真空吸尘器清理地板，还有好几件衬衫要熨。我将爱你直到海枯石烂。河上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古老的灰色的小石桥。难怪有人说电子计算机正渐渐监管世界。巨大的人口增长将产生很多问题。你最好多喝水，多休息。你应该是依靠你自己而不足别人。让我向在座诸位致以最真挚的欢迎。许多人喜欢住在农村而不喜欢住在城市。既然了，我想吃这个国家特有的食物。上下楼梯可比什么健身器都要好。如果不是因为闹钟不响的话，他就不会迟到了。无论你有多努力，老板总不会完全满意。如果他没有把牙齿弄坏，现在就不在医院了。你与其把钱花在赌博上，不如把它丢掉的好。你能给我讲讲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状况吗？我通常只是用搜索引擎找一些资料。他每天很早就回家，免得老婆生气。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们无法雇佣你。尽管我很烦英语，我还是要学它。李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许多人抱怨说计算机正在接管人的工作。他厨房的橱柜中放满了他不需要的东西。我并不在乎他所说的，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。